嗨，大家好，我是立生老师，很高兴可以在品瑜伽教大家做皮亚提斯。我不认识皮亚提斯这项运动，是因为高中的时候有被检测出来有点脊椎侧弯，就认识了这项运动，一路上就这样做到现在，也有缘分的考了师资证照，想要透过自己觉得很好的运动来带给大家。那通常很多人都会觉得说皮亚提斯跟瑜伽有什么不同，但我觉得这个不同就要由学生自己来体验看看才会感受得到。皮亚提斯主要是训练我们的核心肌群，稳固我们的核心的时候，这项运动不管在其他生活上或做其他球类运动的话都是非常可以去协助的。我希望大家可以直接来品瑜伽体验看看这项运动，不但可以察觉到自己的身体，了解自己的身体的不平衡，像我脊椎侧弯，我就会理解到如果我的左肩比较高，我会怎么样去调整让它回归正位，在走路的时候也可以察觉是身体，所以我觉得运动就是与自己身体对话的时刻。那希望大家可以来评价上我的课咯，谢谢。